青海明星为您服务。空调高一点，有点冷。你需要换衣服吗？不用，就这样。服装你都一样吗？服装跟我们一样吗？你说我是服装是不是一样？不一样。那还是有区别的。还好。你们这边蚊子好多呀。嗯。把我咬了呀，全身都是包。是吗？太毒了，主要是。比云南的蚊子还毒吗？云南那边蚊子本身就多了。对。这云南的是咬了之后包比较小，毒素比较高。但是这边的话，基本上。对，就这两年不知道为啥，那蚊子感觉特别狠，咬了一下身上特别痒。然后起了好大一个包呀。这两年蚊子品种也进化了。可能变异了。基因突变。随便咬一下就特别痒。然后很疼的、啊，又疼又痒。而且蚊子还看不到很小的，是感觉肿了。是那种很小很小的蚊子，对，小的你都看不见，声音也没有是吧？就感觉啥都没有的那种。我每天晚上睡觉，感觉只有那一只蚊子，但是就是找不到。就白天你看不到的，到了你一睡觉，它马上就出现了。我上次直接整两条腿都被叮了，全部都起包，都不敢穿短裙出门。他们就盯着我看。所以看着我那条腿说、你腿怎么这么多包呀，我那腿被蚊子叮的。那你的血型比较吸引蚊子？可能吧，真的，就我们一群人坐在那里，就我的包是最多的，他们就没事奇葩的。那你可以带个驱蚊水什么的喷一下，没事给自己腿上喷一下。那随时随地都需要带着花露水，不然蚊子再这样下去直接留着打了。穿袜子也咬吗？我们穿袜子可以咬，隔着往上咬的。穿袜子不管你穿不穿袜子，只要能钉得进去的它会很咬。我这么麻烦呢？我的降落伞这么麻烦？你说呢？看一个降落伞，你知道吗？要损失十几万吗？是吗？那么贵吗？肯定啊。那也不至于吧。就比如说飞机尾翼，它会出现那个大型降落伞把飞机直接拖上去的那种。啊，我以为是普通的跳伞那么贵。怎么可能？普通的跳伞不贵。对，不是。那种只是属于战斗机之类的，还有就是民航机嘛，民航客机。还有一个逃生的那个专用通道吧，反正是用充气的那种，只要你把它拿出来，妈呀，一下子就十几万就损失了。手切一下，拉一下，对，手切拉一下，十几万就割了。你知道挺多的。那自己不是穷死？一般女孩子很少关心这些。我比较喜欢看这种，不然咱们不是。女孩子一般比较关心什么？化妆呀什么之类的。化妆啥的，这个比较关心。化妆这种的话，不喜欢化太繁琐的妆容，适合自己的就行，不一定说繁琐的妆容或者是你自认为好看的妆容就适合你，知道吧？痛，这样也痛吗？我脚趾头比我还不受力呢，我都是最轻的状态下。别的女孩子都是关心买买买买买，但是我的话，买也是那样，不买也是那样，我比较忠于一吃。那挺好的，吃了也不胖。吃怎么不胖？就是因为你还好，你不胖。吃呀，要克制住呀！不克制住，回家胖成球一样的，我爸妈都不认识我了。现在吃东西的话，只要白天吃，晚上不吃，然后基本不咋。
喝酒还好，喝酒的话就长肚子。会喝，只是说偶尔才会喝，不会经常喝。说不喝酒吧，你肯定也不信，但是抽烟的话不抽，就只是喝酒的前提下也是跟很好的朋友在一起的。你们这后面这条街是直接开到24小时营业的，开到第二天早上的4-5点应该都有。天哪，那次喝直接喝到早上7点多吧，从晚上12点喝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，就刚过来的时候。我去，他们都喝醉了，我之前前面醉了，后面醒了，酒醒了，他们都还在喝。我天哪，我当时有点蒙圈，他们太能喝了，就一群女的，看起来女的特别能。然后他们叫我喝酒，我就不敢去了，我说不去了，我真的怕了。因为那一次开始过后，每次只要跟他们一起出去，至少都要在6点才能回来，早上都喝到天亮。对，都喝到天亮，玩那个在 KTV 里面唱歌嘛，唱到7点吧，从晚上唱到第二天7点，所以说好能喝。疼啊？你能喝吗？不行，一杯呗。嗯，啤酒喝一两瓶吧。那还行。调酒能喝吗？嗯。调酒，调酒，就那鸡尾酒是吧？他可能只是鸡尾酒。嗯，还有什么？他品种很多的调酒，但是说你只喝过调的鸡尾酒。你只喝过那种洋酒调的那种。威士忌嘛，最多的没少量，威士忌也高。就调的那种。嗯。哎，那种不好喝。要喝就喝带点刺激的那种。那种你上次去酒吧，然后我朋友说他能喝，他说你要问他喝什么，他说我要喝最烈的那种，度数最高的烈焰之火。对，然后喝了一杯觉得还行，再来一杯。我说确定，我说这酒特别狠啊，度数特别高。然后他又喝了一杯，然后两杯下就倒了，要笑死。就这么小吗？就杯子这么小，然后点火一下子全部都火起来的那种，那更上头。挑战他那也不少。